心有義用，要寫信去參加，咁我就寫啦。我仲寫錯字添啊！我以為係心有義勇啊，勇敢嗰個勇，但結果佢哋抽到我，跟住一日咧就打電話嚟，咁啊叫我 hold 住，跟住就準備咧去玩遊戲嘅。好啦，咁我去玩喎，咁啊搶答啊諸如此類嗰啲玩遊戲嗰啲問題啦。結果我贏咗啦，贏咗咧就有獎品。咁啊，專程搭車去廣播度攞呢一張唱片，就係獎品嚟嘅。咁啊，攬揸住呢張唱片翻到屋企，價值15蚊嘅。嗰張唱片咧叫做寶麗多影視78，有冇人有呢張唱片啊？都唔會有噶啦。但係我一揸住呢張唱片，啊有家燕姐喎，有許冠英哥哥喎，啊巨星如雲喎。仲有一個唔係好多識嘅人，但係我聽完佢嘅歌咧，嗰一刻歌咧，同埋睇佢嘅 look 咧，喺佢外形咧，我10零歲啫，我就話呢、這個哥哥一定紅，一定大紅大紫。結果呢個哥哥咧就真係好紅好紅好紅，不過唔係寶麗咁紅，佢就係張國榮先生。咁喺度咧，我就想唱翻當年我喺呢一隻《寶麗多78》影視78裏面 Leslie 哥哥嘅呢一首作品。我當時係日咁播住，日咁播住學佢唱歌嘅。咁喺度，我希望喚起大家對於寶麗金時代 Leslie 嘅回憶。眼盡世，神氣雲影照舊。時光匆匆，一轉眼失去，永未復回頭。願那春上流，又怕冬冷透。